我也能太用自己勾引他哎。就他本来穿的衣箱都是很保守，因为我就是比较一般居家服，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嘛。那一天就穿透明的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就N刀哎。什么刀？N刀。You are very shy. You are very shy. Oh, very handsome. Yes, yes. Oh, 看到你 so happy. 怎么会的？我长得很让人家 happy 吗？抱一下吗？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哎，有感觉哦。六天爱吧，我抱他抱我之后，他说有感觉。你每次都说没感觉。有，因为我感觉一定是个女的。可以感觉得到。Yes, my name is Annie。你也是 Annie 啊？你的歌词都是为你唱的。哦，又来。哎呦，哇，果然，朱大哥，下次这个节目可不可以多给我一集？好久没看过这种场面。啊，我刚才观众呢。对对对，你拢你两个在讲，我都无讲半句呢。哎嘞，不是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你知道他以前有多红吗？我知道。哦，红翻天了。因岛的人，我拢总捌。你有识噻？王姐因岛的人，因老爸王霞，我好朋友。王霞，对对。哎，因亲戚王金平。什么？对啊对啊。啊，你最后因阿金毛毛识噻？啊，王彩华。怎么又跟我有关系？啊，你叫我那工人修美盲，我有叫王瑞霞。哎，这个台词你嘛在哦？在啦，在啦，欢迎啦，欢迎，欢迎啦，朱大哥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不简单啦，我最近才听到讲去北京，北京开演唱会，嘿，开演唱会，对对对，哦，回到台湾是来拜拜是吧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来下行，没有啦，下你最低高薪吗？哎，谢社神哈，嗯，阿公廖公要再去新加坡，对新加坡，新加坡你去一定会同我俩讲。先来俩讲，人看到也俩讲。啊，我这种戏都起笑啊，搁伊这戏唔俩讲。喜欢你那，那你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对。可是何时会在台湾呢？其实我，没有，因为我这次回来，其实主要也就是跑去看一下台湾的场地。有哪些场地适合开演唱会的？哦，都很多啦。你们要看，你们有多爱王杰？来一下，让我们听你有多爱。别爱上大声，以前真的好红 ，KTV 一定要点你的歌，就排行榜前十名全部都是你包办。哎呦，这那个是那个年代了。可是人家爸妈看到你会。买欢乐呢，做北部诶，因为少年人拢有模仿伊嘛，唱歌好代志啦。嗯，啊，不过少年人的学伊，骑奥多拜，骑一台白色的奥多拜，白色摩托车，然后压车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还飙车的可能拢你来哦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因为我以前是做特技演员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常常需要在电影里面跟电视剧里面拍这些镜头。嗯，可是年轻朋友。没有办法，他们总是会想学一下。可是我都有劝导他们，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。你做没有关系啦，哈，我别人千万不要做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你敢不知伊家己的渊源就深的呢？就上面伊家哥哥我有渊源。虽然讲你是在因岛的人啊，啊，不过伊的歌拢跟你有关系。他第一张专辑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对对对，跟你有关系啊。有關一场游戏一场梦，高官了什么关系？你想我买钱，赚赚你钱，赚赚的，鬼拢无去了，暗暝一场游戏一场梦。对啊，不要听他的。阿古阿古阿古，要跟高官有关联。第二张专辑，专辑名称叫什么？忘了你忘了我。阿都钱拢输了了，对不？阿都含某分开，都忘了你忘了我。有吗？有这种事情啊？有，还有第三张专辑，还有第三的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这应该变该谁啊？哈。哦，其实那首歌当年应该朱大哥来唱，那一定更红。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唱头一句，然后朱大哥唱台湾腔的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哇，你。输光光了，
我猜测一件都没有。你看啊，真正为你笑。我很尊重你。不是不是，我也是最近才看到这个新闻的。里面歌词有输光光哦。没有啊，我刚刚是为你突然间极致想出来的。专刚为你下来了。阿姆哥。第四张专辑也是为了你写的，有我的，有啊，还有第四，第四张叫做《孤星》，那不行，猪哥要叫孤猪，讲你低了，没有了，孤独的猪，哦，输了了就孤独呀，看来剩你一个人啊，对对对，这都好啊，人的也歌特地这情啊，这没跟我输掉的有关系，不是啊，你想我买孤星，啊，你阵啊六合彩，你若签到一个孤星。啊！你起码都冰冰啊！你那边出来过一家主持啊，我好嘞。过千了，唔都变过困难嘞。我有看那个新闻，所以我那一段时间很了解朱大哥。嗯，你可以体会他。昨天六合彩开几号？还有。我改了啊！你真的改了、啊？我改了哦，不玩号码了。我会赌那么大，就是你拍那一部电影害我的。又跟我是哪一部电影？哪一部电影？下面无上至尊嘿！哦，至尊无上。对啊，拿一个牌，最后围着一堆牌啊，最后要赢完了以后，就把它丢掉。哦，啊，你有什么说为了他，你才会赌？啊，我喜欢买博了，博较大的。你故事拢无看到最后吼？怎么为什么无看煞？故事它里面输钱呐，啊，跟人家借钱没有还钱，结果去用剁手啊！乱讲什么没有剁手？伊剁手伊是为着合作迄落的，什么？为着因遐代志才剁起来啊！遐什么代志？哦，女儿被绑票啦！哦，女儿，对对对对，对，来老白讲，为着你囝伊只讲好，我不爱伊啊，你囝嫌我。哦，最后啊。手剁起来，啊！只男人惊走啊！啊，落去掉钱嘛？嘿，无掉钱，那是到尾也甲赢。哦，赢回来了。对对对，对方已经失败了。对对，最后伊是讲赢就好啊。结果因女朋友要来再走的时阵，一定掉钱啊！掉钱，拜托女朋友，我唔通讲，唔通阮左囝知。嗯，爸爸要睡觉。好像啊，真的有看耶。爸爸要睡觉、欸，真的有看呢、欸。不要给女儿知道。哦，对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、嗯、以前你有两个王姐，那个字两个，对 对, 對、哦，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以前还好了，以前。哎、欸，不得了，他只要那个脸啊，奇怪，人大家拢爱花头喜面，爱笑面，好笑是人大家在改。伊那边愈吵，人愈爱。对，他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学足久的嘞、欸，那个眉头吼。嗯。眉头要伸锁，大概还有两指宽，然后眉尾要上扬35度，对吧？哎，奇怪，然后厚道厚道，真哪有这个样子？真的，嗯，哎，你门敢门口嘛，一看家己拢看到会惊到会哭。你讲到他那么难听，但是你看到他好像说。你好像很爱他这样，我真的很欣赏他、啊。刚才我提你看，我提你看，刚才给你抱着，我抱着，只有碰到他就高兴死了。人家说有感觉，我很高兴。真的，你看他那个照片多深情啊，忧郁小生哎。嗯，没有，其实我以前拍这些封面照，很多都不是刻意在那边摆 pose， 就是我都是每次叫摄影师，我到处走到处坐，你就乱拍。这样比较自然，从这里面选出来的。哎呀呀呀！帅不帅？啊，这个是谁？我啊，这个是你啊？对啊，不像呢，这个好像王杰这么大两个字。这张就较不像啊，这张造型你塞客停车。哎，客停车我知道什么？不错不错了，哪里哪里还好，很棒啊。可是很奇怪，长得这么帅，为什么不喜欢当老大？我其实没有长很帅了，就是因为我长得不太帅，我不太爱当老大，我喜欢当老二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当你爱当老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我爱玩老二，对，玩那个大老二，哦，你喜欢玩大老二？哎，你喜欢的对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当第一个永远都是受压力最大的，哦，然后第二个就是给人家感觉是排第二的，哦，那这样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一向都很低调。难道是我？我在家里我排第二的，难怪你那么红啊！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排第二？你到底想多啊？不啦，我听哥过来，我处男，
处男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听得懂了。没有，我哥哥啦，长男啦，啊，长男是中男啊，啊，我处男，对啦。哦，你是讲黑哦？哦，黑无啦，黑无可能啊。哦，黑无可能啊。啊，你捌去用妖怪过无？譬如讲，查某主动来约你，你捌无？捌啦，啊，这嘛是我约伊的。什么？茫讲迄，讲个歹势。不是，以为人个太阳自己勾引他哎，勾引他，色诱他哎。那以前，以前他性格对不对？啊，不过是伊家己请的啊。嗯，对啊。迄件代志嘛，你是就太阳那个？对啊，那个是因为以前那时候我在香港，这一个人怕没时间打理家里，然后就请了一个泰国太阳。刚开始。他不知道我是谁，那从泰国来的，他连英文都不太会说的那种，然后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。结果他因为我告诉他说，你平常可以看电视没有关系，只要工作把家里打扫干净就好了。结果他有一天突然间他在电视上面看到我，嗯，然后他才一直在上网在找，哇，他以为他说，哦，原来你是歌手，原来很多人认识你。你是谁？王杰原来这么红。他放假出去跟那些。他们的同行每个礼拜天都会聚在一块儿，对，他们一问，就他们的同行都知道我是谁，嗯，就告诉他说啊，你在他家做什么？就他本来穿的一向都是很保守，因为我就是比较一般居家，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嘛。那一天就穿透明的来，没有，就他第二天，他突然好短的裙子哦，还穿了一个黑丝袜，哦，那个丝袜还要。只到拉到这边，这种叫什么？这个哦，吊带袜。对对，就要拉下来比较方便那一种。啊，对对啊，没有的。哎，你哪了解？别爱就拉到这呢。你才你哪了解？对呀。哎，我知影了，我把看到那警察的脚伊都扭的。结果他就穿的很露的那种，化的很大的浓妆，就他这一直在拖地的时候，还不时就是平常他拖地他会这样蹲。对对对，他那天拖地就现在这样拖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样拖，他还没回头看你笑，那你看的颜色，我没有那么坏啊，我是吓到。原来你喜欢这种口味的，你帮我提一下，我提了，对，你刚 HB 啊，对，啊对对对对，那手还要这样子，还要回头笑，那回头笑，真的是这样。就把我就吓到，后来我就要求那个中介公司把他给换，就他一直哭得好惨，否则他真的很不错的，嗯，不错，你怎么知道不错？我是说打扫家务，然后那他怎么讲？你要说很认真，对对对，他煮那个泰国菜也很好吃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后来我就开始怕了，你知道，因为我怕我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他进来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万一他会说寂寞吗？不，万一早上起来旁边多了一个人，那岂不是麻烦很大？哎，我最近很有空啊，可以去打个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下一次。哎，对，蛮好笑的，就后来把它吃掉了。看到你啊，回来台湾玩玩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到我的节目，我就很对啊。今天第一次上节目，心情就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唱一首歌而已，再唱一首。更好听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其实我唱一首，我觉得蛮适合朱大哥的。我应该是把这首歌送给朱大哥。对对，因为他现在，你看他的过去，他都勇于承认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至少虽然一切都没有了，哎，可是他今天又重新回到这个舞台来了，东山再起，这个梦想就重新又开始了。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你就是很适合这样的人。你很帅。对对对对。你真的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你知道吧？好了，谢谢了。好，我知道你的歌啦，我以后会写起来。对对对，你试试看翻唱一次。以后我不敢赌了啦。哦，对对对，不要赌钱。有空到你家啦。好好，那个泰国来在打扫，那个草原你再叫我来。所以这样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好 ，OK。看明是诸葛会笑，诸葛会射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《名士诸葛会社》。